就是这位丞相公，嗯，这是我们员外。员外啊，丞相公真是高才，灯谜美猜必中，实在是难得。哎，员外过奖，员外的厚赐，晚生受之有愧。哪里哪里，这些薄礼不过是略表敬意助兴而已，丞相公千万不要见笑。员外过谦了。哈哈，里边请吧。啊，请请。员外厚爱，晚生心领了。晚生现在是借住在同乡家中，也就是三两天就要走了。哦，原来是如此。嗯，老夫真是圆堪了。哎，岂敢岂敢。员外，真是和我们这个小姐匆匆忙忙的来了。哦，好，丞相公请稍坐。哦，员外请便。好，吕世伯。哎呀，五娘，你怎么会来的？吕世伯，宜春怎么回事？员外有人追啊！追我们小姐。好、啊，就是他，真无礼！哼，又是他！你们先到里边去。嗯。哎，别走啊，林公子。嗯。这是老夫的寒舍，并非风月场所，请林公子尊重。你是？老夫姓吕。哦，吕老丈。哎，哎，这是老夫的内宅，你怎么？哎，小姐，你想干什么？林公子，老丈，失礼失礼。请问这位小姐是？老夫的侍侄女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哎，你看我这个衣服差点给你的鞭炮烧坏了。谁叫你那么放肆啊？放肆。城西皇家五娘才貌双全，曹州城内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，今日得见真是名不虚传。对对对，真是名不虚传呢。下流啊。哎哎，小姐，你想怎么样？哎，林公子，在老夫寒舍如此无礼，要知道老夫也是啊。小姐，在下姓林，草字大雄。谁问你来着？在下家居城南，世代为官，家言现任陕西巡抚，论田地鸟飞不过，论豪士是潮州第一了，更加皇恩浩荡，前年得中武举。小姐若不嫌弃，在下愿意千金为聘。林公子，据老夫所知，公子早有妻室啊。吕老丈，你也真是太糊涂了，凭我们公子就是三妻四妾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再说皇家能与我们公子对了亲，虽不算高攀，可我们公子倒是低就了，将来过了门之后，夫荣妻贵。住口！啊！看你是官家子弟，衣冠楚楚，怎么可以在人家府地之中调戏良家妇女？看你一表斯文，相公怎么出口伤人呢？我问你，你是什么人？在下泉州陈伯清。啊，泉州陈伯清。陈伯清，陈伯清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哼哼，看你的样子，也不过是个穷酸秀才。我问你，你有几个脑袋？也不打听打听，林大爷可是好惹的。林相公，林相公，这是老夫的贵客，请不要伤了和气。我问你，他究竟是你什么人？敢对我们公子这样大胆无礼？他是快说，他究竟是谁？要不然别怪在下不给老丈留情面。不瞒林公子说，这位陈相公就是侍侄女黄五娘的未婚夫婿。嗯，
哎，公子，嗯，我看不大对劲儿。在下与皇家五娘是自幼联姻，公子如不信，可亲自问五娘。这还能假得了吗？哈、啊，林公子如不嫌弃，老夫略备素酒以尽地主之谊。多谢了。不远送了，不远送了。此人一向依仗才势，无所不为。嗯，真是潮州的败类。哎，哦，五娘受惊了吧？没有什么。哦，这位是陈相公，刚才挺身而出替你解围。来来来，谢过陈相公。小姐，失才冒认姻亲，多有得罪。多谢公子仗义解围，小妹感恩非浅。只要小姐不怪，就是小生的万幸了。哼，混账！这么一朵香花插在牛粪上，姓陈的那个小子可真可恶。公子，我看这事靠不住。怎么靠不住呢？人家从小……哎，公子，雷老头说话的神气犹犹豫豫的，你们要看出来。怎么？我看他们说的这档婚事啊，未必是真的。嗯，对，是不大对劲儿。所以我说，你先别生气，等我去打听清楚了，要是没有这件事啊，咱们就下聘礼。哎，对，是的，这有什么不可以呢？女儿大了，总是要嫁出去的。是是是，哎，请坐，请坐。再说嘛，我们林公子用千两黄金作为聘礼，是把令爱当做千金小姐看待的。哎，是是是，尊驾说的是。老爷，我看这桩婚事是不能答应的。哎。老夫人未免浅见了啊！像我们公子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才，家大业大，富甲一方，难道说还配不上令爱吗？嗯，不用说别的，就说聘礼吧，哪家能拿一千两黄金呢？嗯，是是是。话不是这么说的，因为小女自幼……夫人，这事不要再说了，请你回复林公子，此事由我做主。不过。啊，老夫也是名门世家，关于小女、知道知道。这个老爷子，请亲家老爷尽管放心，我们公子一定请其三媒六证，用大红花轿前来迎娶。好好好。那么我们一言为定。嗯，是是是是。不行，这门亲事我不能答应。小姐小姐，老爷已经收了人家一千两黄金的聘礼了，你急有什么用呢？可是。我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我看还是请夫人上来商量商量。好。哎，玉春呢？啊，你看。哎，好像是陈相公吗？哎，好像是他、啊、小姐，他一定是找到这儿来的。怎么会呢？他又不知道我们住在这儿，路在嘴边，他不会问的。别瞎说了，他一定是去游小西湖，路过咱们这儿的。这才巧呢，刚刚好在我们对面避雨。哎，一春呢？什么事啊？送一把伞给他。知道了。嗯，陈相公，果然是你啊！哦，我刚才无意中看着楼上，好像是你家小姐。无意呀、啊？哎，
这回是有意了吧？取笑了，拿着，这是我家小姐要我送来给你的。哦，多谢小姐，多谢小姐。哎，您看啊，你府上住在哪儿？住在……这个人是谁呀？母亲，不认识的。你呀，就是看不得人家受苦。老李，老李，哎，三少爷，哎呀，下这么大雨，你还赶回来干什么呢？雨啊，再下大雪我也不怕呀。哎，三少爷，三少爷，哦，老李，你看我这把伞。三少爷，你好不好？好，是买的。不是买的。啊，那么是捡来的。我说你今儿怎么那么高兴呢？非也，今日重游小西湖。在那孤烟之下避风雨，巧遇那佳人曾三上归途。一把纸伞也织得这么开心呐、啊！此伞虽然是纸糊，一伞比得清千缕，有了它，纵然雨如。是我的旅，何况当时曾三人，他乃是贵个千金名门女。是谁呀、啊？那就是张鸾佳姐在吕府遇见那才女。就是你昨天说的那个小姐啊？是的。黄什么来着？黄碧居。哎，老李啊，你说巧不巧？黄，姓黄的。哎，他住在城西啊？是的。啊，他家门口还有一对大石狮子。石狮子？啊。石狮子，家住城西。姓黄。哎，老李啊，啊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哎，三少爷，当年老爷在世的时候，定过一门亲事，也是城西石狮的黄家。啊，对了，老李，老夫人也曾经说过，当年我们下聘的时候，聘你是一面我们家的传家宝镜。当时黄家也有回礼，是一棵珊瑚树。对对对，这棵珊瑚树现在还在家里呢。啊，老李啊，如果就是这个黄小姐，那就好了。哎，三少爷，又是她又怎么样了？怎么？三少爷，当年黄家盘亲的时候，老爷正在朝安任上。嗯。自从老爷过世之后，这十几年都没来往。有道是人在人情在，人死两抛开。我看这门亲事嘛，这怎么会呢？哎，三少爷呀、啊，世态炎凉，人情冷暖，这怎么说得定呢？嗯，可是既然提起这件事，我总得打听打听是不是他家。如果是的，他要是不认这门亲事，你可怎么办呢？那我到衙门去告他，告他赖婚。哎呀，我的傻三少爷，现在黄家是家大业大，有钱有势，你那张状子不但递不上，还要白挨几十板子。我看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啊，
你有没有镜子要磨？你会磨镜子？会的。你真的会磨镜子？会的，会的。跟我进来吧。你这人怎么不懂规矩啊？东张西望的，跟我来吧。嗯，放下。哦。哎，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拿镜子啊。嗯。哎，这是后院内宅，你可别胡闯乱闯的啊。哦，是是是。大姐，镜子拿来了。嗯，这镜子就是小姐的。这是我的，你先替我磨，我现在去拿啊。啊。嘿。啊，叫我。大姐，是不是叫我上去啊？我是告诉你，在这儿好好磨镜子，别乱闯啊。哦。哎，啊，你这个人啊，这位大姐，我是来。这位大姐，你是不是易春姐？你是小生陈伯清，是陈相公。陈相公，你怎么会？我是为了……哎呀，你这人怎么不磨镜子，在这儿聊什么呢？一春姐，别理他，他是我叫来替小姐磨镜子的。这位大姐，你有没有镜子要磨？没有，没有。一春姐，小姐在找你，你快点上去吧，快去呀。哦。嘿啊，你这人呐，不老实。我？嗯。大姐。就是这枚宝镜，你坏！哎，大姐，哦，你可得小心点啊！哦，知道了，你慢慢的磨，我去给你上壶茶来。哦。Thank you.
断自有姻缘。恨只恨饱经牧羊人世该，身处暗不识旧世山，管家子的非故我从人殷勤，因只怕难上难。岂有此理！这面宝镜乃是我皇家传家之宝，你现在打碎了，看你怎样赔我！哼，老爷，哎，你这个死丫头，这么贵重的宝镜，怎么找这种人去磨呢？老爷，这根本不关我的事，是一春。嗯，这面镜子是你拿出来的吗？老爷，是我拿出来的。嗯。嘿嘿嘿，扎进来，扎进来！哎，姐姐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姑娘，你躲在后面干什么？嗯？爹，这面宝镜是谁家磨的？这面镜子是女儿叫逸春拿出来的。啊！真是。哎，姐姐，镜子打破了。小六、小七，到书房去。哦，嗯。哎。不管是谁拿出来的，打破的总是要赔的。小人陈三，家中贫奴立锥之地，怎么赔得起老爷的宝镜呢？而且小人是一时失手打碎的，呵呵，求老爷原谅。原谅？哼，说得容易。我告诉你，要是你不能够赔我的宝镜，我就把你送官就办。啊，送官？老爷，小人一贫如洗，就是把小人送官也无补于事啊。王贵，拿我的名帖。爹爹，镜子已经打破了，把它送官又有什么用呢？嗯，可是要是不把它送官，难道就这样算了？老爷，小人情愿卖身在府上为奴，赔偿宝镜。哦，你情愿卖身为奴？哎哎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可是看你的样子，既不能挑水煮饭，又不能破柴生火，要是留在府上，不是白白糟蹋我的粮食吗？啊，不不不不，怎么，老爷，小人挑水煮饭、破柴生火都会，而且还能写能算。哦，能写能算？是的，是的。嗯，
那么这样吧，这面宝镜乃是无价之宝，现在我要你卖身我家，做3年书童做底，你可愿意啊？愿意愿意。在山卖奴在书房中，只身为奴把书童，父母同进我是目无施展，朽木不可雕也。曰：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污也。什么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？是谁教你们的啊？谁教你们的？先生。哎呀！先眼镜，眼镜。哦。哎，反了，反喽。啊，哎，真是世风日下，无不与观之矣。哎，先生，世风日下是什么？孺子不可教也。孺子不可教也。哎，叫你们写字为什么不写啊？啊？哎，陈三哥。这是给先生的，哦。啊！哎，这是给谁的？这是给员外送去的。陈三哥，啊，这不是叫你送去给员外的吗？嘘，不是的，是我留给你的。哦，春桃姐，你还是留着自己吃吧。嗯，你这人真是的，我喂你，你都不知道。啊，这算什么？真是人扫地，孺子不可教也。哎，孺子不可教也。孟老师，宜春，你在这干什么？孟老师又走了。啊？
宜春，去叫陈三来。是。春桃姐。哎，哟，陈三哥，你放在那儿，让我自己来拿嘛。不要紧的，反正我闲着也是没事。放在哪儿啊？来来来，交给我。哦。哎，陈三哥。啊？什么事啊？坐一会儿再走嘛。不，刚才那两位小少爷把孟老师给气走了，现在书房里没人。没有人，没有人更好啊！来来来，我们来谈谈，来嘛，啊、来坐一会儿，坐呀。喝杯茶，你坐嘛。哦，嗯，这有什么好看？嗯，是给王贵做的吗？哼、嗯，他呀，想也别想，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哼，你看我做的好吗？好，真是好极了。花样好，手工好，颜色配得更好。嗯，我不来了，你笑我。不不不，我没有笑你呀、啊。是真的。当然是真的咯。你没骗我。我骗你干什么？你又不是送给我的。你猜我是送给谁的？我猜你是送给员外的。哼，那个老鼻烟壶他也配。那么送给小姐的。哎呀，小姐要这干什么呢？那我猜不着了。看你一副聪明相，原来呀也是糊涂虫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送给谁呀？哎，啊，孟老师。嗨，人家送给你，你都不知道。哦，是送给我的。啊，春桃姐，你真好。你喜欢不喜欢？喜欢，当然喜欢了。那等我做好了，我就送给你。哦，哎，春桃姐。啊。上次听王贵说，府中有两位小姐，我怎么只见过一位呢？哦，那是五娘五小姐，还有一位三娘已经出嫁了。哦，五娘。陈三哥，你干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在想一件事情。想心事？别想了，告诉你吧，我们五小姐已经定过亲了。依我看，你还是将就点儿吧。啊，春桃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哎，你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厨房，又不是书房，你跑这儿来干什么？王贵哥，请你不要误会。什么误会？年纪轻轻的不学好，快到书房去，老爷找你呢。哦，啊，陈三哥，陈三哥，哎，春桃，让他去吧。哎，我们到里面去谈谈。有什么好谈的？谈什么？哼，这是厨房，又不是门房，你俩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哼！哎，小姐，小姐，我告诉你一个喜讯。喜讯？哎，什么喜讯呢？两位小少爷又闯了祸，把孟老师给气走了。哦，这算什么喜讯呢？哎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那个做书童的陈相公，一春，不许你说。小姐，你不要听啊。那我就不说了。好了，我告诉你吧，陈相公是满腹经纶，一表人才。老爷啊，我不要听嘛。唉，真是好心没有好报。算了，我真是空欢喜了一场。一春啊，啊，你刚才说老爷怎么了？反正你也不要听我说他干什么。一春啊，你说说看嘛。小姐，你要听了。死丫头，不说算了。好好，我说我说。哦，
老爷吩咐叫陈相公书童代做先生。啊，书童代做先生啊。王贵母，哎呦，要抢要抢嘛。陈三，你现在是先生了，我看你不像先生。啊，不像先生。嗯，要怎么才像？先生是要戴眼镜的。对了，不戴眼镜就不像先生。哦，好玩。怎么又不戴了？戴了看不见。哎，快去念书。起来，怎么能吃呢？陈三哥，这个给他们吃好了，我这儿还有呢。不，好，不能吃。春桃姐，你那些给他们吃好了。嗯，人家特地送来给你吃的。春桃，你看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干什么你？什么事啊？哎，这是书房，又不是厨房。你老往这跑干什么？我喜欢的，关你什么事？讨厌！春桃，哎，你别走啊！春桃，哎，快去念书。哦。春桃，哎，你别走啊！来，哎，讨厌！春桃姐，林相公，小两口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！哦，林相公请坐啊。你们家老爷可在府中？到省城去了。到省城去了？什么时候去的呢？前天。那请老夫人一见。林相公请坐啊。子曰：“他
人俱不知，那夫人知耻并乎勇，知是贪者则之所以修身，之所以修身则之所以治人，之所以治人陈三哥。哎，春桃姐，什么事啊？快来看。看什么？来嘛。看什么呀？嘘。这件事请你回复公子，等员外回来再说吧。老夫人，这头婚事是员外亲口答应的，而且受了林家的聘礼，要不是我们公子病了一场，早就迎娶过门了。不过老夫人不必再犹豫了，我看我们就这样办了。不行不行，林相公，这怎么行呢？哎，老夫人，这是已成了定局，另外迟早是要嫁过去的，还有什么不行的呢？因为我们员外不在家里，我怎么能做主办事呢？所以必须等他回来才能决定。其实老夫人做主也是一样的。这怎么能一样呢？员外是一家之主，请你回复公子，恕我无能为力。那么员外几时能回来呢？大概十天半个月就可以回来，到时候我会让人来的。啊，好。老夫人告辞了。先生。
去看看他吧。去吗？去。楼来了呢？哦，因为一春姐有事走不开，我特地替她送水来伺候小姐。哎，这怎么可以呢？要是给夫人知道了，哎，哦，那我走了。哎，等一等，啊，你把水放下吧。哦。小姐，哎，你怎么把水放在地下呢？哎，小姐，自从得解小姐后，千般辛苦一身愁，今邂逅，岂知本有婚姻缘，到如今我才知真情由，难得今天。公子不必
起酒魂头，怎来负你不能归，归马渡去要今生，当日小姐，你还是下楼去吧。三郎，三郎，三郎，小姐乃是
小姐，请。哦，小姐，小姐，陈相公，你快下去吧，夫人就要上来了。哦，三郎，陈相公，你快走吧，要是给夫人看见了，可不得了啊！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吧。哦。夫人，陈三，怎么你？母亲，夫人，哎，陈三，看你一表斯文，应该知书明理，岂不知男女内外有别？你怎么可以跑到小姐房里来呢？夫人，母亲，他是……他怎么了？他是泉州陈伯清，陈三公子。陈三公子？嗯。那么以前的朝阳县令陈载是你什么人？这个是家父。哦，秦公子，府上一共有几个人呢？一共有七个人。是哪七位啊？家母、长兄、长嫂、二姐、舍妹，我还有呢。现在你只说了六位，还有一位呢。连小姐算在一起，不就是七个了吗？怎么连我也算在里面呢？嗯，我们是自幼联姻的，当然也要算在一起了。小姐，小姐，我说的是真话呀。我知道。想不到上元节的晚上，在吕世伯府中的戏言，现在果然。有时候戏言也会成真的。哎，但愿如此。不过啊，我怕。怕？怕什么？吕世伯虽然答应等爹爹回来说我们的事，可是爹爹的脾气……哦，这个……啊，什么？啊，我们是自幼联姻，还互相交换过信物的。你们家给我们的不就是那面宝镜吗？嗯，你们给我们的是一棵珊瑚树。对了，不过那面宝镜已经给你打碎了。常言道破镜难圆。啊，不，那面宝镜我不是已经补好了吗？啊，我回家把那棵珊瑚树拿来，他们就不会赖了。对了，事不宜迟，最好是越快越好。嗯，我现在就去收拾，等天一亮我就走，你要自己保重啊。三郎。冰雪匆匆难捉此，怎知玉佩明素枝，但愿你早去早回来，休要忘了同行事。哎，好，亲家老爷，下个月初五是黄道吉日。好好好啊，下个月初五？是的，是的，
下个月初五是黄道吉日了、一婚嫁迎娶，出门远行，求官得官，得子成龙，财丁两旺，诸事顺遂，是大吉大利的好日子。哎呀，不是的呀！啊啊，不是的。哎，怎么会不是的呢？我们公子查过黄历的。对对对，查过黄历是不会错的啊！我不是说这个，我是说下个月初五只有几天功夫了，来不及呀、啊！哎，有什么来不及的呢？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只要肯花钱，什么事办不了呢？亲家奶奶，你放心，一切包在我林父身上。哎，对对对，说的对，说的对。老爷，我看这件事太匆忙了。还是再拖延一些日子吧。哎，你妇道人家知道什么？像这种好日子真是难遇啊！请你回复林公子，咱就这么定了 好好，那我们就这么决定了。请，哎，好好，哎，请。哎，师兄啊，我刚才跟你说了半天，你怎么？好了好了。说句不客气的话，这是我们皇家的家务事，老兄最好不必操心。到时候如果高兴的话，请来喝杯喜酒，寒舍增光不少。要是不高兴的话，老爷、嫂夫人，人家吕氏伯、嫂夫人，我们黄吕两家是三代世交，今天既然师兄有嫌贫爱富之心，赖婚另许，这是你们的家务事，我当然不必多管。不过还请师兄好自为之，告辞了。吕氏伯，吕氏伯，母亲，女儿不嫁，女儿不嫁。姑娘，你说什么？爹，有道是忠臣不侍二主，烈女不嫁二夫。女儿既然由父母之命许配给陈家，就是陈家的人了。女儿绝不敢嫁给林家。放肆！母亲，想不到你乳臭未干，居然敢为父命！我告诉你，事已至此，你不嫁也得嫁。Yeah.
把他抓住，胡说乱撞的啊！喂，你到底来干什么去？你们这是想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想尝尝监牢的滋味？这是我们家的珊瑚啊！是的，男的岳父你还认得？你真是陈仔的？当然是的，不错，小婿陈伯清。三郎，姑娘，林公子，我看这件事，岳父大人，你不要听一面之词。这珊瑚是我家被偷之物，我已经报过官了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林大雄，林公子，你别以为你有才有势就可以随便欺负人。我告诉你，这珊瑚是我们陈黄两家定亲的凭证，怎么你想含血喷人？我说是被偷之物就是被偷之物。现在人赃俱获，你还想狡辩？来人，抓他，曾经押到知府衙门去。是。姑娘，这怎么成了？姑娘，三郎，母亲，霞姐，你何必为陈三这么一个人难过呢？你应该知道，潮州知府大人乃是家父的门生，我林大雄能把陈三关进去，也能把他放出来。你简直是仗势欺人！为了小姐，那我就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再说，小姐要想放出陈三，那也不是件难事。不过只要小姐点点头，就什么事都好办了。你这个话对。姑娘，要是你不想陈三吃苦，爹爹，姑娘，林大雄，你一仗才势欺负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，有什么荣耀？你这样逼我，我就是答应嫁给你，死也不甘心的。哎呀，你这是什么话？我岂是逼你啊？岳父啊，我可是一千两黄金送到府上正式下聘的。住口！啊啊，林公子，林公子，林公子，姑娘，事已至此，我看是无法挽回了。陈三的性命，也只有你。就是了。啊，好，那我们就一言为定，可不能反悔啊。我要见陈三一面。也好，不过我要你亲口对他说，说你不愿意嫁给他，让他死了这条心，不然的话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如果他不死心，我就要他的命。你啊，姑娘，白素垂柳在衣襟，雪山山下阻挠门。他知道从此无罪一身轻，放出来了，我没事了，从今以后我们可以永结同心了。姑娘，你怎么不说话？姑娘，姑娘，你这是陈相公，
你还是回泉州去吧。啊，你说什么？你回泉州去吧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忘了你说过愿意做陈家第七个人吗？没忘，不过以前是以前了，现在可不同了。你陈相公，家爷收了林家的千金之聘，我已经是林家的人了，此事实在是无法挽回，望相公速回泉州，多以功名为重。你既然一心只做官家心，对我定然无情义，那日我把日来临，为什么跟我遇到是真，句句是真，一字不假，一字不假。有情有义，原来你是个酒囊饭袋。
我要你何用？三郎，王小姐，我陈三虽然家贫，还不致冻龄。这个玉佩恕我不敢领受，请小姐好自珍藏。小姐的美意，陈三没齿难忘。什么话说？我三郎，三郎，陈建国，三郎，三郎，陈建国，好好，你做得好。怎么了？你走，你走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叫他走。哎，好好好，我走，我走。哎，宜春，好好伺候小姐。三少爷，药煨好了啊。三少爷，来，把这药喝了吧啊。老李。我的病就是仙丹也治不好的了。三少爷，我的情。
重啊！你把那把伞送到皇家去，要当面交到五娘手里。哦，你告诉他，我啊，三少爷，你何必还难过呢？保重身子要紧呐、啊。我知道，你去吧。哦。三少爷，我去了。啊，药快凉了，你就喝了歇着吧。陈相公还没有回去。啊，李老丈。哎。你家相公的病要紧吗？大夫说公子的病乃是忧郁而起，心病难医啊。真是的。所以公子叫老汉把这把伞送来，亲手交给五小姐，他说他就了了一桩心事了。小姐，五娘，小姐，五娘，老大爷您好走。好好好。林相公。老爷跟夫人呢？在后堂，我去禀报一声。不必了，你去告诉老爷跟夫人一声，就说我们公子已经定了明天来迎娶你们家小姐。明天一早就用花轿来抬。你不让我好好的活着，我也不会让你安安稳稳的待下去。姑娘，你可不能糊涂啊，万一闹出什么事来，叫为娘母亲。夫人，小姐，我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。你说什么话？夫人，与其让小姐嫁到林家往虎口里钻，倒不如让小姐逃走的好。逃走？Thank you.
逃到哪儿去？小姐，趁着陈公子还没走，我们到李老丈家里去，找到陈公子再说。对了，立春的话不错呀，可是明天一早花轿来了，您怎么应付呢？这个你不用担心了，天大的祸由我一个人担当，他再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的。母亲，立春，你跟小姐一块去。立春，以后你要好好的伺候小姐。春堂，你推给翠翠在那看什么？没有啊，夫人叫我，叫我差来给老爷铺床伺候老爷。是吧？啊。春堂。啊啊。小姐怎么样？哦，小姐直在哭。夫人劝了他半天，现在好点了。去吧。哦。怎么样？老爷好像进堂去了，让我先下去看看。母亲。姑娘，有道是在家千日好，出外时事难，你自己千万要相信我。我知道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已经睡了。哎，睡了。你也早点睡吧，明天一早还得办事呢。下这么大雨，明天办起事来真讨厌。啊，哦，春桃，没有什么事，你去睡吧。啊，哦，你也早点睡吧。员外啊，你早点歇着吧，这个天急也没有用啊。你先去吧。什么事？什么事啊？谁呀？员外，你怎么还没有去睡呀？哎，有人呐！有人？谁？老爷，是我。春桃，哎，下这么大雨，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啊？哦，你下的那么大，我看看门关好了没有。春桃这孩子真不错。
没事了，去睡吧。啊。Yeah.